嘿，大家好，轻轻松松又到五点钟，今天星期一，我们有什么星期一要跟你谈谈呢？ OK， 今天我们的星期一，我们的星是新鲜的星，奇怪的奇，异处的异，星期一。哎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咖啡。咖啡对我们身体有益吗？随着这个日益更新的报道呢，还有这些资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很多人在发现到咖啡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哦。咖啡可以让我们喝了之后会感觉到精力充沛，而且帮助我们的脑袋会变得要聪明哦。而且有人说可以让你感到兴奋，而且咖啡可以帮你燃烧脂肪哦。咖啡也是有帮助到你，可以大大的改善你的活动能力。Amazing！ 其实你知道吗？咖啡也是富含丰富的营养素哦。其实如果你喝对咖啡，可以减少患上糖尿病的风险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如果你喝对咖啡，你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。阿辉啊，你回来了，吃饱了没啊？阿德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，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不起了啦。甚至可以减少帕金森的病症哦。还有最后的就是咖啡具有护肝的效果，如果对你肝脏要保护的话呢，其实你多喝咖啡就有帮助哦。走，还等什么？去喝咖啡了，给啊！